今天给老铁们娱乐一把啊，来把斯诺克啊，那个打完红球打黑球，然后把彩球清掉，一共是35分啊，娱乐一把呗。这就给个小地杆啊，然后看看啊，黑的叫黄的，这得什么角度啊？高杆能不能上去啊？哎，哎呦我操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呀，这啥玩意定位呢？还能啊？黑的还得掏出来是不是？老铁，这一手是业余的，你瞅瞅人家职业的，谁能碰着这个彩球？谁也碰不着，上我这嘎子全乱了啊！这球的话，我看看啊，这球中杆走两库啊。到我这嘎，你看看这啥玩意儿啊？这是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太业余了！这段子录的磕碜，这段子录的这啥玩意儿啊？这是啊？但行啊，就是归根一底啥的，老铁啊，就是我经常说的，你准你怕啥呀？是不是？你这不也调回来了吗？就领不领，说实话真不太适应这玩意儿啊。高杆啊，调回来了啊，啥毛病没有啊。这球的话一个后四蹬，对不对？你看这种感觉，找点试赛的感觉了吗，朋友们？完最后来一个什么小特啊，一个小特的这个杆法啊，这台球的。感谢老铁支持，双击关注，谢谢。你学废了吗？